没有运走，超皱的，我又把它放回阴台。对，你已经看过了。餐厅吗？高地，饭店 ，hotel。弄一下那个表情。赞啊赞啊！你没办法，你这衣服空的，你空的，你除非可是你好肥，哎，真的没电。什么都不能下去玩，变成啊，黄色、绿色，对。还没走到四分之一而已啊，才刚走不是吗？对啊。哇，这水好清哦。重点是你看这边过去是蓝的，这嘴巴是不是蓝？哇，刚吃完药，嘴巴没擦。对啊，有到人了，好蓝哦！哎呦，你看这边特别有的漂亮，真的那么蓝。好，好大声哦！你看那个声音多大，那个水量。哇塞，这水都可以喝了。走1.7公里，还有2公里，对啊。哇塞，好看，赞哈，赞，哇，处处有景，真的处处有景。雪花的，差点。
好汉坡了。走了，拍完了往前走了，不要全部在了，对呀、啊。哎，自然一点，我知道。拍完了往前走。我之前都一直拿着。哎。拍完了往前走。哎呀，哎呦，我在吗？还行吗？啊，忽然。现在才问。开始就问了。开始就问。不会要。对啊，那一样排上去，排上去右边，往后右边，右边这边。那不行，一个整个点的，大家一整排，跟昨天那个。一整排哦。一整排。哦，安尼。我的奥秘码。你看到的。我的奥秘码。我的奥秘码。交通安全的时候，叫香鱼哟，赞啊赞！贵贵的，对啊，自然就好。你看，哇塞！
烤香鱼啊，你看看。鱼来了。鱼来了。鱼来啦。来来来，好。香的吼，真香。我嘛爱买，嘛爱食香鱼。这我唔知啥物鱼啊。盐鱼啊。这个啊，这个。盐鱼。石头缝里面的鱼、就不知道是什么。没有，它是加了盐，有没有看到？所以叫盐鱼。我要吃了哈、OK 啊。你先，没有吃先。我吃不啦。吃完了，你吃的甘鱼？提吃完了。皮去提炼。皮干了对吧？加啦。哦，剩皮而已，尾巴。尾巴，剩这个。很好吃哎。配啤酒。哦，是是是。哦，哎、这个鱼。有好吃，比香对，我老公这不是香鱼，个肥哈肉。我有在那个吃香鱼过没有吗？哦，不是香鱼，它那个肉质比较哦，特别暖暖的哦，香料有，很会香，袂伤大，而且它很有弹性。哦，还有那个哦，赞。专业职业在那，对不对？哈，赞一杯，赞，赞呐。哎，对，同款，但是较平啦。路边都积雪。好棒哦，阳光啊，哦，要反光，对对对，先让你坐在这里，哇塞，好棒，赞哦，等着下午茶，太棒了，阿青，谢谢哦，这间赞哈。这间啊，
到了在那里主题品牌然后一点然后我才给嗨嗨也谢谢真的好是阿妈是真的阿妈有才给阿里巴斯对啊你们今天晚上要喝什么你看看这是一两香三香拜拜我觉得很香受到诱惑了那你叫一瓶啤酒来喝你要不要喝他不喜欢了那我不要喝赞哈这里下面去苹果跟美酒哦苹果美酒这两样已经被我吃掉了现在要吃这个哦、对啊要配这铁盘子等一下不知道是要煎什么应该是牛肉的清酒店做的啤酒用智贺高原的涌泉水再来看一下马库马哦难怪所以这一瓶要价1200块、哦、日币我预约1200块日币一瓶啤酒你是说我现在喝的这一瓶是1200块是吗？日元、日币，真的假的？对的。1200块日币。哎呦，吃你点了，挂好证之后才敢变。对，真的好喝。好喝。Joey， Joey， 你喝第一口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香很强，但是你在第三口之后你会觉得，它开始回甘了。本来第一口会有点苦涩。你先闻看就觉得很香。我们这个听一下品酒师的啊啊没有嘛啊啊啊啊啊！我说谎的，真的有点老卡。喝一下，来喝一下，喝一下，看一下啊啊！这个啊这个啊啊这个哪里？1200块，开玩笑啊！没有跟我讲清楚，我开不起呀啊啊！忘了问价钱就开了。既然喝了，老婆就留在这边啊啊啊！干嘛？洗碗呢？你赶快喝好不好？手很酸，你知道吗？好香啊！香香香怎么样？真的很好喝，入口那个啤酒花的香味散，激化，香味直接，它一定是花，香味散出来。这个啊，我们闻一闻就可以了啊。它有点花蜜的味道。最后，放那里，他说这个盘子是他们那个，这特就是他们这个。比较特殊的，所以他们这个取名叫做“嗡嗡锅”，是像这样的嗡嗡锅。烫的这种嗡嗡嗡，我们中午吃那个。排骨，那个猪排也是信州猪，油脂够多。那个肥油哦，那个它那个肥的地方就好甜哦。甜的。对呀。所以你知道那个，而且那么便宜。对，猪排本来是很便宜的，然后他就写2000多，就是那个猪肉。先让它放一下，先让它有一下。先可以先吃原味，然后再沾一点盐，就沾一点盐，味道好。但是中间段，宫城秀吉德川家的，织田信长。上次去宫崎看那个摩耶，萨摩是狮子，我们有看那个什么，那一个叫什么，那个美茶。
这个就要沾这个啊，沾这个蓝蜂蜜，吃。你已经吃原味了。